主料：胡萝卜200克，豇豆250克，包菜15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花生酱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豇豆、胡萝卜、包菜放入锅中煮水。准备好印尼的花生酱和中国的花生酱，放入碗中，放微波炉加热30秒，加入水，调匀，装盘。用印尼的树种子做成器，装入花生酱。吃的时候拿食材蘸花生酱。烹饪技巧：蔬菜煮水时加些盐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